醒醒，醒醒，醒醒！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，两眼一睁，开始竞争，发卷子。我就是你们的班主任，苗晚秋。小心！你看，这道题还错，好好看看。这是二，不是三啊！谁写成三，就回去上幼儿园，要高考。上个像样的大学，将来找个好工作，要不然你怎么办呢？你有什么好笑的？孩子们呐！现在时代不一样了，现在是清华、北大、复旦所有的名校大门都向你们敞开。苗老师，我以后想像您一样，也当个老师。苗老师，谢谢您。哎，谢什么呀？在这个即将要离别的时候。我们忘不了你，因为我们真的恨你。但是我们也爱你。树人，亲人。应该是人心人数。我是干医生的，知道这个职业有多主观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用专业知识扮演着上帝。你要保证自己没有魔鬼之手。任何一位医生在手术台上的时候，都不会因为别的事情而放弃抢救生命。怕麻烦，怕欠费，误导患者不做手术，这就叫尊重患者吗？当我们穿上这身白大褂。我们肩上就已经担负起了救死扶伤的责任。吴医生是我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医生，一年365天，除了休息日，每天要做4台手术。医生救过无数的患者，可没想到自己却倒在了手术室里，倒在无影灯下。看这满天星星，也许每颗星星就是我们抢救过来的一条生命。每当你救活一个病人，你就当了一次神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，我的梦想就是当世界排球冠军，只要能打赢。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和牺牲。中国青年队换上了身高2米02的黄小山，黄山抢了篮板球以后一个长传，中国青年队又组织一次快攻，成功了。中国队采用派球进攻，日本队严密防守，中国队组织三个进攻，杀后扣球，我们赢了，真的。中国队以3-1获得了这一届的冠军。从现在起，我把军队和城市都交给人民了。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您致敬。